今天上午参加台青看广和，我为甘肃代言两岸媒体采访团来到榆中县李家庄，感受田园综合体的魅力，感受甘肃省休闲农业发展进程。七云山李家庄田园综合体位于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李家庄村，是大陆首批八个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之一。这是甘肃省城乡发展投资集团与兰州市榆中县实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联合打造的集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产业园区于一体，融文化创意、田园观光、生态农业、康养度假、娱乐休闲于一炉的休闲旅居目的地。我们李家庄村一共成立两个专业合作社，这个是乡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是田园综合体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整个项目占地是8625，一共是10大板块44个子项目来完成的，都是咱们全体村民来持股来完成的。我们这具体的项目包括我们的千亩花海，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田园小镇，我们的开心农场、农庄，包括我们的养生养老整个的项目。现在说欢迎全国的朋友来咱们李家庄村，你们也可以坐飞机到中川机场来到咱们李家庄村，大概车行是1.5小时，也可以直接坐高铁，在咱们有榆中站，大概10分钟就到我们村上。这边的时候感觉非常亲切，很像我们台湾彰化的田中，它也是一个花海的一个花乡。那我觉得呢，透过春天或夏天的季节呢，来这边郊游、踏青、露营都非常的适合全家大小，就是一家人一起来，然后就是整个家族一起来，我觉得都很棒。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这边体验一下。我在榆中李家庄，我未来